好了，晚安。手机退不掉啊！他说我一……哦，有了，你解散了。托帮你解散。别看这1000万啊，等下就变成几百块了、啊。嗯，很正常啊。万块啊，正常。柯碱的厂是胶囊吗？你可以直接选啊。欸、对呢。还是你要那个刀片的样子？好，寄刀片喽。啊，翻了。哎、欸，撤了。厉害厉害。撤了。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了？你被抢匪抢了22元。你怎么又被抢了、啊？然后为了22元把抢匪给杀掉吗？干掉，浪费我子弹。好了，杀一下好了。Hello， 什么 Hello？ DSD 派出来的抢劫啊，劫匪，哎呦 ，DSD 被杀了。才刚刚说你不会乱的哦，哎呦，还说你很优质哦，哎呦，这个脸巴掌真有点大哦，啪。剛剛你要了吗？有进了吗？我要了。我到设施了。等一下哦。不早点要。那、啊、这个不用加那个吗？摩托棒吗？要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是先要摩托棒？我要啦，我都要了。没有要吗？没看到。我只看到进设施的。对啊。嗯、你是不是刚刚根本没要啊？现在有、那個。有，我真的有要。嗯我真的有妖兽，只会妖功、嗯。对啊，我也有知道妖功的意思是什么。哎、现在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去查。白痴、啊，那天哈记就有讲，就是抢功劳啊。没有啊，你们又说什么妖？哎、欸，妖兽的不是，那都是他，那个是讲妖妹的老公。那个是讲完之后，哈基有解释给你听啊，你又不听，然后又从头到尾一直卡到尾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所以他是谁的弟弟？怎么谁的弟弟了？不是老公吗？怎么变弟弟啊？老公好。哎、欸，所以他先前置啊、哦，前置信卡。前置那我们就不用先进来了。对啊，你在干嘛？我以为要开始抢了哎、欸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是该道歉，好贵哦！是不是在卖萌？没有，他是杰克萌。你想太多了。他是杰克萌，杰克国的杰克萌。哦，我杰克萌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林北枪，过来！是是是，接你下来哦！我要强制让你下来哦！每一台车都有人，你们这些很奇怪耶！啊，我们的车啊，要去哪一个点啊？哦，雅汉布拉，等下去骨科厂，骨科姐，啊，算了，管他，以后再。我要先去买防弹衣，我先去买防弹衣。啊，如果我买在这边的话，会不会不方便？你说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我在想我的设施要买哪里啊？我们是买在这边啊，感觉这边又好像不错哎、欸，蛮、嗯、中间的。其实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啦。哎、欸，他每次都不让我买东西啊，然后我自己玩的时候，不要连货都炸掉啊！玩家，算了，不能买就算了。玩家，震爆车，震爆车，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再抢一次而已，我不怕。哦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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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真的我有点怕了，我有点怕了。震爆车不爆不防爆怎么行？啊！我被射了，干谁？我把这震爆车给炸了，拍谁？把这震爆车给炸了。
这猫是跑掉了，我要走了。上车上车，一个人开就好了，应该不用全部上车吧？对啊，一个人就好了。哦，我注意哦，我开车哦。很快就到了啦，旁边而已。先甩掉警察哦。莱斯特啊，崔瑞德啊，那你打、啊、同一台车，你打、啊。我没有同一台车，我的车谁的？这我的啊，我的车当然是我的啊。这我的车啊！欸、我只有显示协助、欸，哎，没有说要逃离警星、欸，哎，还是只有你而已啊。我逃离完了，正炮车加油！那早上不上车了，嗯，600块、欸，我免费、欸，免费。对对对，先把前置全部解完，然后再回到邀请战局。嗯，哎，不要剁我屁股啦！摸一下，你不要连这边也想骑好不好？他就是在这边才想骑啊！对啊，看都已经表明了。好，逃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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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身体就过了。然后第二次你假装警察，假装警察。你以为你是 RP 服吗？虽然我真的有点吓到。所以这里是哪里？机场下面。阿杰，那个云哥，你是买哪里的、啊？我的设施吗？也是这一栋啊？同一栋吗？同一栋啊？我怎么觉得这一栋跟你那栋不一样？同一栋啊，这一栋是同一栋啊，可能因为人的关系吧。这也不叫粉红一点，看起来那么讨厌，有点小粉红的感觉。哦、oh. ，你设施里面漆成粉红色就分得出来啊。嗯。可能发生那个暴力事件也会减少、哦。嗯哼哼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哈基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也是哈基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脸很白，我的脸是白的。你按自己看，他的脸是白的。嗯，他的脸是白的，不小心把他打爆了。你刚刚是不是戴面具啊？我刚以为你是哈基耶、啊。白痴，你刚侧面看我是不是？哦，他刚侧面看我啦，我以为是哈基啦。哈基哦，哎、欸，因为我是举枪按那个换弹呐，就是那个用枪托敲人。然后奇怪，为什么也有同队伤害？要干嘛 ？ULP 情报，走喽。所以是。杀掉吧！是要干嘛？我都忘记了。我也忘了。杀掉、啊。四个点，四个红点。太久没看了、之前都在准备考试。考试考完了吗？这个舞好恐怖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嘟嘟嘟嘟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谁呀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接定位了。接哦。好，接了。看来效果显著。哦，觉得一次都不错，所以海边河边那边可以哦，那就买河边那边就好了。然后等一下一出来就直接下水。没有，你不会撞到人，但是你会直接下水。那边不会撞到警察，只有水。对。哎呦，这么大台啊！加紧用一下。要被通缉了吗？这应该是不会被通缉、哦。现在雾好浓哦，真的、哦、很适合卖毒哎、欸。这种状况真的，大家都看不到，适合去采草莓。走喽！我今天是用我的意志爬起来的。我现在应该在睡吧。哦
不行，他们抢劫，缺我一个，我一定要起来。两个了，是杀掉都就好了吗？还是我是把他杀掉而已啦。掉毒贩。DSD 不要在我前面，会一直瞄到人啊！哎、欸，我是瞄错人了，是瞄到我了。哦，好，没有没有没有错没错吧 ？B B B， 这是车吗？哇，车到，飞到屋顶上了。房子，进房子里面，应该是有个什么情报，然后再飞回去吧。哇，我的肩膀应该烂的了。嗯，你撞进去了。好多人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又在撞的是吗？你怎么没有把门撞干净？你怎么没有把门撞干净？害我又撞一次。喂，这里，后面找个袋子，这里啊，有了，我拿到了。好了，好，那我去了。我吓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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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决掉，解决掉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刚想说，我要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配备。嗯，感觉我真的是不用出来，在里面点个任务好就好了。走喽！他们是要烤面包，可是没有酱哎，只有番茄酱跟这个应该是酒吧。你在研究他们的东西吗？他们看他们要吃什么。马来西亚烤完了，后天断烤。有些人是马来西亚刚烤完试，有些人是明后天要断烤。有些人是在下个礼拜要会考，啊、要离开房子哦。我想看内装都不行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要考试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也是又骑到我的车了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骑一台。你看它是不是蓝蓝的？我这台是全部银白、银黄色，这应该是 DSD 的吧？啊，我的车呢？要把它叫下来了。等一下不要踩死了是应该不是这一台，这一台看起来是 DSD 的。哇，这个雾怎么了？有人要搭飞机吗？没有。飞机可以把古筝抽死。你真的开哪一台啊？九头蛇运兵哦，没来搭飞机哦。运兵不是直升机吗、啊？不是啊，运兵就是上面有个绳子可以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嗯，运兵是直升机啊，那不是那个直升机，是这个是什么、啊？你有看到是什么？自己都怀疑了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我开始怀疑人生。你刚点什么餐？我刚吃什么？我刚有吃东西吗？哦，泰坦号了，泰坦号了。哦，你是下车又上，下机又上机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边有点尴尬。边界啦。让我飞起来。然后大力的撞下来。直考又有人要直考啊！现在考试真一拖啊！到底为什么那一根这么硬啊？哪一根啊？哪一根？就是那一根啊！哪一根？用力一点 ，DSD 用力一点，用力！对，用力一点哦 ！DSD 用那一根弄你，等一下，对，对，那一根用力。哦、，OK， 好好哦，好。那就不介入你们两个了，你们两个慢慢玩。嗯，你们慢慢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这里不行哦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哦哦哦哦，这地方可以，这地方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OK OK OK OK。等一下呢，我两个引擎都坏了，你我。震爆载具。好，等一下我帮 AC 的车改装一下，让它视线好一点。过了是过了，可是我现在。太硬了，干嘛？你看我帮他修车，我帮他修车啊，这样子比较好看啊。嗯，那这样子风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。好、
你要过去吗？还是？啊，那你这辆车借我喽。你啊，你暴君二嘞？啊，暴君二在路上吧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在我这儿。哦，看到另一台了。这台谁的？那台应该是 DSD 的吧？银色的。嗯，啊？现在这是要抢什么？关门的。震爆车。哦，你要打人？这刚这必须是丢高。你用拳头，拳头扁。用拳头打人不能打死人。对。等一下，我出 bug 了。怎么了？ Damn it, damn it, damn it. 他干嘛？把吹了。